不及待的第八代。啊，我昨天一不小心又出了个闪光盾，你们知道吧？那已经是我本赛季的第二个闪光盾了。本以为这是一局普通的游戏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又出了一个三个闪光盾的家人们，谁懂啊？烦死了，真的是。这局很顺利，路上没有遇到敌人，直接进工厂猛吃，看看工厂的暴率。结果刚开两个，敌人就闯进来了，我一波偷袭打中一枪头，到此可以点到为止，剩下的交给猛男。我真的是太帅了，发现一点绵薄助攻，嘴巴已被低调显示，全场勾一名。我太帅了，万人爱，太帅了，很无奈，欠下的风流债。猛男打架我舔吧，一个包满足不了我，于是让猛男去给我打更大的江山。哎呀，这谁的梦男这么厉害啊，秒拳两队、啊、原来是我自己的梦男呀，真不好意思呢。在豹子房开个箱子，开出个情报，结果一抬头看见个晨光，结果一打开我就怒麻了啊，这个人是掉了一辈子啊，这睡着都会坐起来给自己两巴掌吧，并且反问自己，当时我为什么首先开那把游戏，云南过兄弟你不看我怎么得逞啊，真的是。猛男说给我准备了惊喜，我跑过去一看，他孙子老邓又放了个闪光盾啊！各位老小邓，我妖魔人又喜提一个闪光盾，不要像猛哥哥只是传说，猛男又来喂饭了，猛男喂饭低头猛干，真香！哎呀，当家总猛男又来一波投喂，总之顶到了671万，他就开张黑卡，都是准备开个武器侠，结果金色传说黑卡来了，先击一波物质，然后搞一波玄虚体操。看看能开出什么，开出了一坨啊，看在有光子机的份上，我就不骂得太脏了，这里面再得逞一波。最后也是1109万，飞飞撤离三个闪光盾，咱也是实现了闪光盾自由了，我郑重宣布啊，今天挑战蝴蝶刀失败，咱们明天继续。